最近行程挺满，我们现在也是在去 FPX Fun Plus 俱乐部的路上。然后呢 Fun Plus 作为第一次进入世界赛，那我们作为啊这个电竞老前辈，过去跟他们聊聊天，打打气什么的。还有他们这次分组挺不错的，他们应该算是一个比较舒服的组，过去一探究竟。这可以吗？可以边吃边聊。可以。阿姨做的很好吃。可以可以。吃一点吗？你们不吃我好不好意思呀、啊？可以搞一点吗，兄弟？确实小组赛是 OK 的。就淘汰赛吧，我觉得没运动了。就感觉今年跟其他小组赛过了之后就很难打。就是大家都蛮强的。我去找些在的放了一笔。讨论一下 S 二组。S 二组。因为现在跟以前还不一样，我们以前打的时候那些人都不认识。对，现在你们至少都了解。对。一般不是都有一个什么保怎么怎么真什么吗？对，就是保十六，对，保十六，真的，保十六再出现，保十六真一，这个不能吧？对，到了点上，可以。快点，筷子哥，听功 ，picture OK。首先有一个问题啊。要问一下，我们银币哥怎么看待这次分组的？就是我们的还是这个 LPL 的？就我们的呀。是不是运气好吧？运气好，运气好，运气好。那你觉得像，比如像 RNG 的分组，他们怎么说？怎么说？可惜。可惜。加油吧。加油。相信 RNG 应该可以的。打野中路和上路有危险的话，你会优先去帮谁？下路。下路，因为下路是爹吗？下路不帮会送吗？下路不帮会送，可以。那你们最想遇到的，对于你们下路组来说，你们想遇到的是谁呢？都挺不想遇到的。都挺不想遇到的，就但是谁都能打。是这个感觉吗？应该是。那问一下金贡，在赛前最想对你们的下路说什么样的话？加油！加油！靠你们！靠你们！我是红尘。好，那你们最想对金贡说什么话？少死几次就好。可以。然后你们怎么看待就是国外的媒体都评价 FunPlus 综合实力最强的？他们吹你们呀、啊，这个是，反正也跟我没有关系，我是个混子，是啊，跟我没有关系，跟你们有关系吗？可能就是吹肖的嘛，没关系，那就是都是公子哥的事，那金贡嘛，那都吹金贡嘛，哎，最近英斌哥有没有？小姐姐介绍一下，我最近准备玩那个。要吗？哎，对，有吗？我要100个，要100个。对，我给你送过100个飞机。可以。那你给我介绍100个小姐姐。一个飞机等于一个。一个飞机等于一个。可以。对，我要跟金贡比一下，谁的脖子更长？怎么办？跟贡子，我们比一下脖子谁更长。来呀、啊！来吧，来比一下脖子。谁的更长？他的更长吗？差不多，我觉得他的更长，他的更长，可以。还有什么？我们就差不多了吗？可以可以，那谢谢你们。没有，谢谢。赢了去给你们刷礼物。可以。来，准备3、2、1，走。巴布
老师，开始。啊，兄弟们，今天对 AP 杀的采访，对 FunPlus 采访就到这里了，也是结束了。由于今天他们还马上就一场训练赛，也是能看出真的是在很认真的去准备这次比赛，也不放过任何一次训练的机会，大家都非常的努力。但是呢，能够从对队员的这个沟通里面看出，虽然 FunPlus 是作为第一次参加世界赛的队伍，五个队员其实也没有参加过 SG 比赛的经历，但是呢，他们内心中应该都还是明白自己这次需要做什么，也做好了相应的准备。我觉得队员们还是很有信心的，没有说是在赛前过于紧张什么的。总之呢，就是希望，这支这个第一次踏上世界赛的 FPX， 这支 FunPlus， 这支 LPL 夏季常规赛总决赛第一名的队伍能够打出好成绩。 FunPlus 加油， LPL 加油。